OK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ryce， 然后今天非常荣幸哈，这个古晋第一台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酷酷新的产品哈，酷酷 Titan， 酷酷 Titan 哈，啊，它这个是没有单机的，而且它非常非常的 slim 啊，非常非常适合站在这个 limited 的这个厨了哈，然后它还有这个热的跟温还有冷水了哈。啊，只要 touch 这个 button， OK， 它就出现冷或者温或者烧水啊，还可以讲话的，而且它这可以拉下来，你看了吗？可以拉下拉下，这个拉下来就可以放 extra hot， extra hot 就是100度了哦，100度，然后它还有这个看上面这边，然后啊，它还可以这个消毒这个洗菜哈、哦，洗菜水果的时候 sterile water， 然后还有这个 faucet sterilize 就是洗这个头了哈、哦，洗这个头了 faucet sterilize， 而且。啊，再看看上面，它还可以，啊，半杯或者一杯了哈。OK， 还有 non-stop 的。OK。记得找我，酷酷 by Bryce， 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的 page。